姥姥，这楼顿有啥好的？连薯片都买不到。这还不简单？姥姥用红薯给你做个薯片。你可拉倒吧，这玩意能做出来，我连皮都吃掉。臭小子，你等着，姥姥给你上一课。姥姥，你吃过薯片吗？就敢用这做？你小子瞧好了，姥姥做出来比薯片还好吃。哼，又在唬我。小孩子，看姥姥这像不像薯片呢？哎，有一点像了嘞。嗯，小孩子给姥姥讲个小爱心哦。亳州市利津县诸暨村民带来的小香薯，邀请我去参加我和我的村庄双十二好物发布会。12月12日上午9点，我在央视新闻直播间，跟我一起去看看吧。